可能吃菠菜你才会有力气啊，有没有？那我现场来画一下美凤姐。好，你要画我的耶。你啊，我们现在看看他，他是真的很爱画画，人物画画，我看他画的如何嘞？可是，一般来讲，美女比较难画，所以但假期不像的话要。可以理解，表示就是说，千万不要画太像。嗯，他的人物，他的人物重点是在他的什么身体吗？在如果他有什么比较特色的地方，要把它凸显出来。特色的地方，嗯，他一般美女的话就是没特色。我先讲一下，因为我很久没画画。真的哦。嗯。大概画一下。我知道，美女是很难画。好。嗯。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来听小甜甜的歌？好啊。就蛮好的，听到不要像小甜甜这样子。哎。有一个你。差不多啊，爱如香烟，这里的人情最温暖，这里的人们最和睦，好像一个大家庭。爱小甜甜，好了好了吗？我们要看小甜甜，小甜甜。小甜甜为什么眼睛闭着？因为我刚才在画的时候，我在夹菜，在享受美食，这就是在吃我炒的菜，一种很享受的一种表情，很沉醉。你画得太快了，表示我不是美女。时间有限，时间有限，把那个神情大概有画出来。好，肯定他绝对不是小甜甜。今天呢，我们知道就是说，最近呢，他出了这本书。如果你是个卡通迷的话，他这里倒是很珍贵，把他所喜欢而且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卡通片集合在这本册子里头，他的故事跟他的开头跟 ending 都有一个完整的说明，好，还有一些那个图卡，对不对？图片有一些图片，这很珍贵的图片，比如哈，所以呢，这本书给那个喜欢漫画的或卡通迷呢，是一个很赞可以收藏的哦，可以跟大家做参考喽。今天非常谢谢你的光临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接下来是干姜、乌丁、铁青，干来做饭。首先先把这豆干、一个甜椒啊切片，蒜头切末备用。过来起一个油鼎，把鸡肝片烹以后，放入去腌时啊，蒜头、甜椒啊观察。过来啊，再把这豆干、盐、糖观察焦匀，上尾啊加入去花生翻炒均匀，安尼是就 OK 喽。